喂 ，Brian 死啦！好像出錯片喎、啊，呢套無用的方言啱啱上緊播完喎、啊，會唔會播錯片定係我哋諗住下半年播多次咁樣啊？呢、這個唔係無用的拖延，係有意思嘅，因為咧，我哋藉住呢條片咧話俾大家聽，嚟緊咧我哋就會拍一個香港版嘅無用的方言啦。咁既然係香港版，大家會想睇邊個做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呢？你哋今日嚟都係為咗呢件事啦。呢個時候俾我哋有請我哋嘅三位主角姜濤、Stanley 同埋 YoYo 出場啊！有請。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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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哇 ，Hello，Hello。兩位都忙碌啦，個 tour 完咗，係休息都冇乜幾耐，又要準備拍劇啦。不過咧，我同你哋兩位。傾偈拍劇之前，不如我哋 Lady First 同阿 YoYo 傾幾句先啦。YoYo 又再次喺劇同姜濤合作咯喎，季前賽之後，今次就拍一個韓國嘅劇啦。有冇睇曬到劇先啊？一開始嘅有啊，有睇過原著。係嘛？係咪覺得同原著個女主角你有啲特質同佢非常相似，所以係你啦咁樣咧？冇諗過。係嘛？係。我知道原著個角色咧，個女主角有個特異功能噶嘛，就是、可以識穿佢咪講大話。真實嘅 YoYo 算唔算咧？即係男仔有冇同你講大話？你有冇呢個識穿嘅能力呢？可能都有時會有啲直覺係嘅、嗯。有啲直覺啊？係啦，一時時啦，大多數都冇乜。有啲咩眉頭眼額可以俾你睇得穿啊？可能係講嘢嘅眼神。係嘛？係。OK， 好，咁到時睇下喺劇裏面，你可唔可以識穿我哋身邊兩位？朋友的眼神啦，好啦 ，Stanley， 系开始吃翻嘢未啊？可以吃翻多啲。有啊，今朝我吃早餐，好开心。喂，我想问咧，呢套剧嗰个角色，佢需唔需要都系咁瘦、咁黏、咁十六嚿腹肌，定系可以吃翻多少少？呢个角色有着衫嘅，咁所以应该唔重要。唔系可以剧本可以改少少。我哋港版可以调整噶嘛？调整咩？系啊，可以唔一定完全一样。冇啦，冇，我哋唔好交俾佢啊！啲系男主角做噶嘛？点会？點解我做咧？係咪先？咁不如你又同我哋講下你喺呢套劇裏面嘅角色啊？我入面嘅角色就係、是、首先我就係阿 YoYo 嘅前男友啦。咁跟住之後，咁我係一個探員嚟，咁就中間就會有一個要查案，有個兇殺案要查啦，同埋會想追求翻 YoYo 咁樣啦。咁、嗯、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即係要同阿姜濤爭女仔啦。阻住你。係啊，係啊，阻住。我就應該唔係好夠鬥嘅，咁就係唔知啊。是不是姜濤？是不是不夠你鬥啊？他只要一 show 入面就哇就得㗎啦。唔係阿姜，嗱，現實夠唔夠鬥我哋唔知啦。但喺劇入面咧，劇入面嘅角色上，你覺得夠唔夠鬥咧？係啊，冇話鬥唔鬥嘅，係啊，都係睇女方嘅選擇嚟嘅。係。喂，但係你係一個作曲家。係啊係，啊亦都係好中意收埋自己。有冇覺得邊啲部分同你呢一 part 同我真係好似啊？我覺得首先呢個角色係啦，係一個作曲家啦。咁啊呢方面係唔似嘅，係咁但係我覺得佢入面有好多收埋自己嘅生活係同自己幾似嘅，係咁佢都係一個比較少出街內向嘅一個人。咁啊直至遇到女主角之後，先至慢慢地去。接觸翻呢個世界，咁所以都幾好玩嘅。有呢啲內向嘅呢方面，同埋成日喺屋企呢方面都幾似平時嘅自己。但係咁講喎，你話你未係作曲家啫，而家未係，唔代表將來唔係。大家會等住可能你自己作嘅一隻歌，你就有一隻作品係流嚟嘅，你自己作噶嘛。其實我有嘅，但我都覺得太難聽，所以冇推薦到出。咁其實你哋會有冇為咗要進入劇組啦？即係譬如演唱會之後，我知 YoYo 又去完拍一個潛水節目啦。其實會唔會狀態各樣方面都要少少調整？因為入劇組一個唔短嘅時間嚟噶嘛，都密集噶嘛。即係呢段咁短嘅時候，大家點樣去調整翻進入劇組嘅狀態有冇啊 ？YoYo 講先啦。劇組嘅狀態當然係要即刻快啲咁樣進入翻。行前少少，我哋想睇你清楚啲啊嘛，上面都係啦。係，
即刻要熟習翻個劇本啦，再由頭睇一次啦，因為本身已經睇過一次嘅，係咁就再熟習翻本身個劇本，跟住同埋係美白，同埋喺水裏面變翻嚟陸地啦，要冇錯，因為洗黑咗好多潛水，係啦。咁但係自己 study 嘅時候有冇話講一樣你最中意嗰個角色嘅一樣嘢咧？個女主角，我覺得係有呢個能力可以聽到人哋講大話，其實都。好矛盾嘅，其實佢嘅心情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一嚟係你冇咁容易俾人呃啦，但二嚟你個人都會好好敏感咯，變得，因為當人哋講大話嘅時候，你會啊點解要對我講大話呢咁樣，即係都會有啲驚嘅。咁但係覺得呢個能力平時我日常生活冇啦，所以如果喺劇入邊有都可以嘗試一下。Stanley 應該寄養咗好耐啦，即係之前有一段時候做演出，即係你中意演戲，好等咗，哇！終於可以又過足癮啦，過手啦做演員。有冇之前使唔使調節一下，定係即係純粹調節個心情 ？O、OK? 我覺得係要即係因為其實始終呢套劇係要翻拍韓國嘅版本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未必可以 apply 到落香港度嘅，即係例如有啲對白咧，你韓國可能會神氣咁，可能好正常。突然間我愛你咁，好奇怪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呢啲情景嘅嘢要同導演。去再溝通一下點可以再做得好啲咁樣咯。咁我相信前期工作係主要呢方面嘅嘢咯。係啊，姜咧，都係咯。其實都有去睇翻原作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覺得我睇咗一啲大部分嘅情節啦。咁但係有一啲細節嘅，我希望都係保留翻一啲自己嘅特色啩。因為如果唔係就會變咗完全照住佢嘅方向。咁但係我覺得拍戲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每一個人去演同一個角色都有唔同嘅方法去演繹出嚟。Brian 啊，即係其實我知佢三個咧都好忙嘅，之前都係飛嚟飛去啦，又做演唱會啦，又拍節目啦。但係你今日見到佢哋三個狀態非常好，大家同唔同意啊？佢哋狀態咪非常好啊？大家咪都好期待下半年 Viu TV 嘅呢一套《無用的謊言》嘅香港版啊！我相信咧，絕對會成為我哋下半年嘅矚目焦點啊！咁啊，到時大家記得全力支持我哋嘅港版《無用的謊言》啦。咁我哋今日嘅年中無休亦都差唔多，當然啦，嚟到最尾都係同大家大曬冷啦。請三位留步之餘咧，亦都有請我哋 Viu TV 嘅兄弟姊妹、奧運嘅主持、評述員同埋運動員同埋所有一眾嘅藝人嘉賓咧上台同我哋影張搭照，當然亦都請埋我哋嘅吉祥物生啤、生菜同埋生氣上嚟啦。系啦，嗌得大声啲啦！你哋嗌得越大声咧，佢哋越多力咧去拍剧嘅。喂，嚟紧下半年，即系好似话斋，由奥运开始，一路打落去，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啊！冇错，咁啊，与此同时咧，睇大家一路嗌紧啦，俾掌声嘅时候咧。都希望借住大家的掌声给我们今天的场地提供奥海城啊 ，Thank you！ 第一次将节目巡礼咧系带到嚟商场呢一度啊。好啦，除了我哋一众人嘉宾之外，我哋都有请我哋的管理层上嚟好吗？呢个时候我哋有请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副主席郑善强先生，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广德先生。OK， 好，我哋跑晒位咯，不如我哋企到齐齐整整，俾前面嘅记者朋友先影张搭照先嚟，好嘛？好 OK， 好，我哋一齐望住正中间嘅位置。好啦，跟住咧，我数三二一之后咧，大家就一齐俾个手指公再讲 ，Viu TV 创意无限年终无休，好唔好啊？预备，三二一 ，Viu TV 创意无限年终无休。喺度再一次热烈掌声，多谢我哋今日嚟到嘅所有嘉宾、友好伙伴、我哋嘅客户、我哋嘅艺人朋友，仲有咁多位嘅媒体朋友，多谢你支持。尤其是要多谢我们的观众啊，
希望你哋继续支持我哋，喺将来我哋 View TV 继续拍更加多精彩节目送俾大家。我哋都希望带佢哋出嚟多啲同你哋接触，好吗？下次再见，拜拜。